欢迎回到新闻现场，带你来看到今天凌晨三点多，宜兰乌石新生地的礁岩处出现一艘花莲级的礁筏在海中翻覆，载浮载沉，但现场没有看到任何船员的身影。海巡署接获报案之后，就立刻在附近的搜索，随后在大坑的沙滩发现了船长整个人瘫软在地，没有呼吸心跳。可以看到海巡人员立刻在现场进行的 CPR 急救，目前船长还在医院急救当中。过没多久，又在新生地的外海寻获另一名落海的船员，还好他意识清楚，只有轻微的失温现象，后续由家人陪同返家。